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去到解决咧奥电嘅2016至2017年第一题嘅 MC。咁咧，我哋当我做呢题嘅时候咧，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哋要喺个 program 里边嘅所有 variable 变量咧，我哋都 mark 块出嚟先。咁你已经见到我 mark 咗啦。另外啦，究竟有冇初始化咧？譬如话本身 default 呢个 array， 我已经有啲 data 喺度嘅。咁冇嘅话咧，咁我自己画一画。好啦。咁我哋行第一句啦 ，for i assign to 零 to 六，咁即系 starting 咧，我哋系 i 系零先嘅。咁我哋就呢、這个就系我哋嘅第一次第一个 loop 啦。然之后咧 j 咧就 assign 零 to 六减 i， 而家 i 系零嘅话，咁即系话咧，其实而家系六，佢嗰个 endpoint 就系六啦。好啦，跟住啦 ，if a i 而家 i 系零啊嘛。即係呢個啦，係細過 AI 加一，即係 A 一啦，係喎，真係細過喎。咁我哋就會做咧 begin 呢度啦。咁而呢一個咧就我哋講最出名嘅 swapping 啦。咁首先我會將 AI 即係 A 零嘅數擺落去呢度，然之後我會將 AI 加一即係 A 一擺落去 A 零度，咁之後咧七，最後。T 會掉翻落去 AI 加一，即系 A 一，咁 T 就會變翻好啦。咁你會見到咧，我行完呢個 loop 咧，就有一個 swapping 嘅現象啦，轉咗咯。好啦，跟住我哋 end 咗啦，翻轉頭，你見到我哋咧所有咧係會同翻一個位置嘅，代表咧呢一扎咧就係同一個 loop 裏面嘅嘢啦。好啦，跟住。我哋繼續做 i 而家變咗一，所以 i 係零 ，j 係變咗一。好啦 ，t keep 住係一嚟嘅。好，咁呢扎數冇變啦，五六四三八二啦。當 AI 而家係零，細過 AI 加一，而家 A 零細唔細過 A 一啊？唔細過喎。咁我就做都唔做就收工啦。咁所以话咧呢扎数咧就会见到系咁样。咁由呢度开始，其实你已经会发觉咧呢个就并唔系我哋嘅 bubble sort 啦。因为咧 bubble sort 正常就系咧我对完呢个之后咧呢个对呢一个呢个下一个就呢个对一个，如此类推行落去嘅。但你见到咧我哋而家呢个 loop 里边咧不停都系做紧呢两个啫。好啦，咁我再验证下咯，零啦 ，j 等于二。I 仍然係 JT 仍然一，好啦，仍然係呢啲數，好，又係咯，而家 I 係零，所以又係 A 零細過 A 一，又係冇事，咁所以咧，其實咧，你做到呢度咧，我應該開始 alert 到，我温到去六咧，其實呢度都係冇變到嘅，咁當然啦，你唔信我，你可以自己計一計啦，好啦，咁呢個就完成咗。我哋第一個循環 ，J 呢就係循環啦。咁翻上去 I 嗰度咯。本來 I 係零嘅 ，for loop 底下佢會加一變成一。好啦，然之後又做咯。J 就係零，去到六減 I， 咁即係五啦。好啦，又睇睇咯。跟住啦，今次咧就係 AI 係一啊嘛 ，A 一係咪細過 A 二啊？咁我就會問啦，喂，究竟 A 一細唔細過 A 二啊？細過喎，又做 swapping， 好啦，咁 swapping 底下咧，呢個變一啦，咁啊呢啲 step 我就慳翻啦，好啦，然之後到去 J 一啦，你又發覺，咦，佢呢個同呢個比，因為而家 I 係一啊嘛 ，A 一同 A 二比已經唔細過佢啦 ，stop 咗佢咯，好啦，咁又抄翻呢一扎嘢。好啦，亦都系啦，我哋亦都 alert 到，咦，咁唔对路咯，去到五咧，应该咧都系咁样嘅啫。好啦，正常呢一刻咧，你应该就睇到个 pattern 咧，就系，咦，呢两个唔再喐啦。嗱，譬如 A 零第一个喐完之后咧 ，A 已经唔再喐，I 等于一嘅时候都唔喐佢啦。咁咧，所以你可以判断咧，其实咧打后咧呢两个应该都唔会喐嘅。咁啊，睇翻个答案啦。得一個答案 D 係六七五六四三八二一嘅啫，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揀呢一個啦。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教學上面咧，我哋就會再做埋啦。
I 是2 J 是0開始6-2是4好啦，而家呢个系一七五 ，I 系 A，I 系 A 二 ，A 二而家细唔细过 A 三啊？细个、哦，又做 swapping。好啦，跟住你会发觉咧，去到 J 系四咧，其实都系冇分别嘅，呢日都系 keep 翻住写嘅啫。即系基本上 J 做咗一次之后咧，下边全部嗰啲都系冇用啦。好啦，咁然之后咧。I 就3啦，即系0啦，最多系去到3啦、1啦、7、5、6啦。A 3细唔细过 A 4啊？细过做 swapping。好啦，点点点，如此类推。咁所以你发觉咧，呢、這个咧好明显咧，答案就系 D 啦，7、5、6、4、1、3、8、2。咁当然啦，你再做多两下嘅时候咧，就会变咗7、5、6、4、3、8、2、1啦。咁呢題有一題咧，個正解就係咁樣啦。